是摩登兄弟刘玉宁啊，嗯，感谢至尊宝啊，谢谢我们果儿，谢谢果儿啊。晚上好，晚上好啊。嗯，怎么突然袭击啊？没有突然袭击，因为那个，因为我发现我太久没直播了，我太久没播了。嗯，是吧？有几天了？你们记得吗？多少天没播了？七天八天，差不多。差不多七八天吧，嗯。然后七八天没播了啊，嗯，谢谢帆啊，谢谢我们这个好朋友们，嗯，晚上好，晚上好，嗯。七八天没播了，然后我先晚上那个今天是收工早，11点收的工，属于收工早的这一天，啊。其实大家很多朋友也那个也知道我几点收工啊，嗯，我都是前一阵都是四点三四点收工吧，半夜凌晨啊，所以今天算是收工早的吧，嗯，今天是今天是11点收的工嘛，对，但是早上7点出工啊，早上7点半出工，晚上11点收的工，确实比较
然后呢，我就觉得好像这个太久没直播了，而且最近又有很多事儿，有很多这个咱家朋友就替我做了很多事儿，然后我觉得今天难得早，其实我现在已经累崩溃了啊！我早上7点出的工，晚上11点，我就已经拍了16小时戏，然后回来我就还没洗脸，然后妆也没卸，然后那个也没有什么妆啊，现在因为拍了这个戏不用化妆，打粉底，然后就上来播一会儿。然后跟你们，我看有没睡觉的，就有缘分的，咱就碰碰一面啊。有朋友说滤镜关了，哦，你怎么学我陈冲师傅呢？其实我听过一句话特别有道理啊，很多朋友们，我想问一下，现在我直播间咱们这个屋里的人，还有人照相不用美颜吗？还有人照相不用滤镜吗？没有吧？但是咱这个屋里，如果有人说宁哥，我照相，我发朋友圈，我发什么东西，我完全不美颜。你打一个数字二，我看有多少人。你说我从来没用过美颜，我从来不用美颜，我就照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这么多二呢？那看来那个打扣二的估计长得对自己。长相都很自信，然后也很真实。没办法，我就是一个得靠美颜活的一个人啊。因为我觉得吧，去用美颜没有什么的。用美颜没什么，因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在美颜后的你才是真正的你，懂吗？然后呢，你用那个你的苹果前置摄像头拍出来的你，不是你。因为那是熬夜，不注意饮食，那个不好好休息的那个你，她不是原本的你。你美颜之后会把你的熬夜的眼袋、不好好休息的这个下垂啊，还有其他的所有的一切不好的东西，给你修复掉，这才是真正的你。而且我每次用苹果照完，我脸都是歪的啊，歪的可恐怖了。是吧？同感啊，好吧。你是有多喜欢玉米？还好吧，因为最近一直在拍戏嘛，拍戏因为我也会看我拍的素材，拍完之后，因为跟我搭戏这帮演员吧，我的妈呀，瘦都不想画了都，我跟人同框，我就是一个大胖子那种感觉，所以我得减肥。其实现在我也不正经吃饭，现在今天吃了什么呢？今天。我所有的饮食是吃了一桶方便面，吃了一桶方便面泡面，然后吃了一个泡面，然后吃了两个呃吃了四五五六块卫化，吃玉米的，然后吃了那个卫化，然后吃了一包薯片，然后回来吃了玉米，泡面更胖，因为拍戏嘛啊。能有空吃一口得了，既然有人告诉我剪头啊，又剪不了，因为我那个什么。我拍戏过程当中剪不了头发，头发不能动，不是不能动啊，能简单修一修，但是因为剧组拍戏嘛，头发短了不好，不接戏，所以没办法，拍戏没办法，就这样。谢谢黑瞳的猫啊，朋友们，谢谢我们青青啊，想要不戴口罩的合影，那是青青，说明你肯定有合影了，已经对吧？就是你是想要一个不戴口罩的合影，但是已经有合影了，就挺好了，其实啊，对吧？而且总有机会的，
挺好。然后这两天事儿特别多，然后那个成野医生，然后也很多人都去支持我了，然后也都去购买了，非常感谢。然后在这里，哎，黄油入禅啊，入禅晚上好，这都不睡觉的啊。然后呢，感谢很多朋友去买了这成野医生的品牌。怎么说呢？我觉得就这也算我第一个这个化妆品代言吧。啊，不是代言啊，抱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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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口误，化妆品合作啊，合作，化妆品的合作，说错了啊，反正就是一个化妆品的合作嘛，第一个。然后呢，我觉得为什么选这个品牌呢？因为我之前就在用啊，因为我之前就在用啊，因为很多人翻出来我以前的视频，我之前就在用这个品牌，用这个成野医生那个瘦脸水嘛，对吧？你们也看到那个抖音了吧？我之前就在用。然后呢，包括那个他那个 BB 霜，你很多朋友在丹东安东老街看到我。看到你宁哥那张脸，就是擦过成野医生 BB 霜的那个我啊，所以我一直用他的东西，因为药妆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嘛，我觉得就起码就觉得这个还挺安全的，然后就那个他那个 BB 霜也比较嫩，就是怎么说呢，就因为我的脸皮肤不好，皮肤不是那么的好，然后呢，所以需要经常保养。那他那个 BB 霜擦完之后脸不起皮，然后也不卡粉，也不卡，啊，就那种的，还而且遮瑕力特别强，所以我就常年用那个他那个东西啊。没想到这次合作正好接了一个他的合作，而且人家也挺看重我的，对吧？然后就接了这么个合作也挺好的。然后咱家朋友也非常非常给力啊，你们非常非常给力，买了好多，然后也特别感谢，特别特别感谢啊，特别感谢。因为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也不是说大家一定要买或怎么样，但是就回过来说吧，因为就实话实说嘛，我这人就是这么实在啊，每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接这种合作的人也好，他看的是什么呢，看的就是销量呗，对吧？包括之前拍那个芭莎，包括男人装，包括其他的那些杂志，拍杂志看什么，就是销量嘛，对吧？看这个自己的一个粉丝购买能力，当然我不是说我不可能去代言个，不是代言合作个别的不实用的东西啊，你们都用不上的东西，那我觉得不会去做。但化妆品嘛，而且它这个东西我用过，我觉得挺好的，所以我去接着这个合作。其实找到我的合作还蛮多的，但是我都挑嘛，就是你们对于你们我觉得能用得上的，你们而且我认可的东西，我觉得就可以去用，我就会去接。所以这个大家买完之后都能用嘛。对吧？那很多朋友不用啊，有朋友说宁哥我不用，不用可以买了送你妈用，或者送给朋友都可以啊。别上来就提什么海蓝之谜这样式的啊，那太吓人了啊。当然海蓝之谜你可以用，但是不得搭配的这些东西用嘛。每一个品牌的产品都会有它的那个一个好用的东西。比如说很多朋友用这个，对吧？用这个什么？打个比方啊，用我怎么成美妆博主了啊？谢谢怎么称呼你王大人啊，欢迎朋友们。就是有很多朋友用这个什么迪奥的粉，但是用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别的品牌的口红啊，用什么 YSL 的口红，或者是用它都是搭配的，每个品牌有适合自己的东西。所以你用这个蓝莓也好，用这个成野医生好，它都可以搭配的去用，我觉得都是挺好的。然后宁哥代言个手机啊。手机有在谈的啊，回头再说吧。反正就努力呗。就反正我好好努力，就是什么活都能来，就这么回事儿。我就不说带货了哈，我还没带货啊，因为很多朋友问我说：“宁哥，我买这个生意医生，你能有提成吗？”没有提成啊，实话实说，没有提成。因为他一次性已经给了我一部分了。所以我不干这种带货的事啊，就是就一次性给我一笔就行，就是这样。而且我看的也不是钱啊，看的是一些资源的东西，挺好。也反正就是谢谢各位，多了也不说了，都是自家人，然后就谢谢各位就行了，谢谢拜拜啊。大半夜的，很多有人都在啊，正好。我接受所有惩罚，重来一次我不怕。
结局会像窗户的，这次我不休息的。那都是假的。有朋友说熬夜眼袋大了啊，得大呀，因为工作也忙嘛，对吧？就事儿比较多，每天拍这个东西，确实有点崩溃，嗯。对，听说那个大家这个我因为我这和这个 Olimus 合作的这首Death Girl 啊。嗯，然后呢也很荣幸，还有那个制作人都非常好，我看制作人也夸我了啊，真好。然后那这首歌呢，其实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就是个合作吧，然后大家多多去听就好了，多多去听，然后那个也多多就是分享给朋友听啊。因为第一版那个 Death Girl 在中国境内的话，就是播放量是播放的是40亿吧，这个咱们能达到，4400万就行啊，所以就也多听一听啊，多也帮我那个宣传这个歌，挺好的，它是一个也是索尼，应该是索尼的吧，我记得啊，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索尼，对，索尼音乐发行的，对吧？他当时也是很荣幸能够找到我去跟他合作了一个这么一个重新 remix 版的一个中文版，还挺好的。我本人我也挺喜欢的这种风格，因为我也没接触过。索尼的，对，挺好。索尼音乐，还有一个事儿啊，你希望咱家所有的群转告一下啊，我应该是六月，我明天应该是回北京，我明天回北京，因为我要拍那个演唱会的海报了，跟大家说，然后呢回北京去拍照，然后明天呢，记住一件事啊，就大家不要接机，因为我已经明天不要接机，然后知道了是吧？好，那就行，那我多了也不说了啊，明天不要接机，任何不要接机，因为我已经走 VIP 了，已经预定 VIP 通道了，明天那个不会出现在机场，然后大家知道了啊，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会说啊，反正就大家知道就行啊，理解，然后也辛苦各位。然后呢还有一件事，就是最近我总有人说你那个宁哥啊，在群里跟咱家这些粉丝炫耀，说我已经花4500预定到宁哥的演唱会票了啊，特别开心，就首先我特别感谢这个朋友，值得愿意花4500块钱去买预定我这个票。但是呢，我想说，我已经在微博也好，在直播间也好，我说了10000遍了啊，没有10000遍，也有10几遍了。我说了，票还没卖呢啊，我自己都不知道票从哪儿来啊，你都买到了，所以你能不被骗吗？对吧？就是我觉得这个就很神奇。你宁哥亲口跟你说的话你不信，黄牛跟你说的话你就信的不行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就很奇妙了。我觉得我不像其他的那个歌手开演唱会，他不会跟你说，他可能发个公告，但不会跟粉丝说票怎么样，但我会都直播说了几多少次了都啊，我直播我都说多少次了，我说不还没卖票呢，我的卖票方式还没定呢，正在谈呢啊，怎么去在那个债群里卖，然后会怎么出一个出票系统，正在都在商量呢。然后我在直播间说了好多次了，我说演唱会票还卖不了，他在那就上别人那都预定了。你说你不被人骗，你被谁骗？对吧？你宁哥说的话他不信了，那不疯了吗？对吧？所以就还是那句话，别去相信那些东西就行了啊，别去相信就行了，对，就假的嘛。EP 什么时候发 ？EP 全部都在做，我的专辑还有那个 EP 都在做，一共现在目前在手里的应该是15首歌啊。我当然 EP 我不会，等到专辑不会一次性发，一次发的话就发10首的话，觉得不太妥啊。我就估计你们打榜也打疯了，所以我会3首到4首一发这样，然后15首歌，
然后都是找的非常非常厉害的制作人做的，而且编那个作词作曲都是非常厉害的，包括也有大飞阿卓我们一块写的原创歌曲。然后呢具体是谁制作或者谁作词作曲我现在不能透露，因为到时候是一个惊喜啊，也是我这张专辑的一个主导吧，算是都是非常，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啊，所以我现在先不说，挺好。所以到时候而且这些音乐风格什么都挺不错的，也是比较有品质的。就娃娃，你到时候你就娃娃就完事儿了啊，你就娃娃就行了，别说没有用的了。你就等着娃娃就 OK 了啊，别说那些没有用的。真好。我看前两天有人给我做了个视频啊，4分多钟那个视频，就好像就是以前我在老街直播的时候，那时候说过的话，结果后面是一个一个实现的那个视频，你们都很多人都看了吧？对吧？你们很多人都看了吧？那个视频，我觉得特别好。那个时候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和梦想，也可以胡说八道。那个时候没人在意我说什么，对吧？所以在后面发现一都实现了，就是。一都实现了，那个时候我就说我要上歌手，我那个时候我啥也不是的时候，然后我说我特别想上我是歌手，因为那是我毕生的终极梦想啊。结果这有啊，欢迎 ORSA 呗。结果呢今年不就上了吗？啊，去年上的啊。然后呢就又说了上了很多综艺节目，都上了，都成功了，还挺好的，我还挺开心的。我觉得以前夸下的海口啊，好像一都在实现。所以导致我现在也特别想夸海口啊，现在也特别想夸一下海口，比如说，哼，我刘宇宁以后一定会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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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的，但是我现在不敢说，我说完一说我飘了啊！你说以前因为以前我说啥都没人管，以前我说我上歌手，虽然有部分人来嘲讽我说，就你还上歌手，你做梦梦啊，你还上歌手啊，你上歌手你疯了吧你啊，痴人说梦啊，结果上了嘛。对吧？那个时候可能有少数人来说我，因为那时候大家也不关注我，也不在乎我说了什么。那现在我如果说完之后，我就觉得哎，怎么狂啊，飘了啊，这个，所以也影响了一些我的这个开光的嘴的这个实用性啊。90125王吧，这个东西吧，请你吃玉米啊，哈哈哈哈。感冒了吗？也不是感冒了，我最近最近就是这样的，很难受，因为就这也不想说有多么难吧，也不能说有多么辛苦吧，反正是没什么辛苦的，这是应该做的。但是就是你们不是问了吗？问我怎么感冒了吗？因为啊，很多人觉得演员好像挺轻松的啊，演员那么演员挣那么多钱，怎么样，演戏就完事儿了吗？没你想那么简单，因为我就从租界开始，就是因为每一个拍戏的场景，你懂吗？拍戏的场景，比如说咱很简单举例子，《爱情公寓》啊，《爱情公寓》你们都看过吧？你们在电视看到是一个屋子啊。那不能爱情公寓说了，随便就说一个电视剧吧，随便一个电视剧，你看到的是一个房间，其实他那个房间都是假的，都是先搭那个景，搭那个景不到，就是你搭完马上就进去拍，你懂我说意思吗？就这个景是先搭的，先去做那么个假景进去拍。比如说我上部戏拍那个租界少年，有很多办公室的戏，那每一个办公室，每一个赌场，每一个那个银行。那都是那个剧里面先搭的景，包括那个舞会的那些景，都是先搭的，所以呢，导致什么呢？那里边的那个甲醛味特别大，就是全喷的那个气味特别大，这是第一点。第二，里边都是灰，全是灰，因为没人打扫，不像是你现在住的酒店什么，有人天天打扫，或者是都是刚装修完就进去拍，那里边你拿手电一照，那个浮尘都是。全都是浮尘，就是那全都是那种灰的。你就拿手电一照，因为我们那个包括有一些灯光打下来那个灯嘛，一看那个灯呢，全都是灰，在空气飘的。你每天吸好多灰尘，所以有一天前那天拍的时候，我就进
那个，因为很多现在我拍这个戏，很多景都是用泡沫打的，泡沫顶上喷漆嘛，做些假景，然后导致什么呢？导致味道特别大，所以都不容易。啊，对，一待十几个小时，不是说我在里边待半个小时就完事儿了，不是说我有点味儿人的吗？你在里边能待十几个小时，你一直吸那个东西，啊，所以每天，哎，也不能说不容易吧，反正也没多容易，就这么回事儿，而且你想想啊，就是早上7点出工，我是早上7点出工，然后我是11点收的工，7点出工，11点出工，已经工作了16个小时吧，对吧？16个小时其实怎么办呢？得拍呀，啊，你得就是我们的师傅最后一个师傅跟我说了一个词，叫做戏比天大，对吧？拍戏这个东西比天都大，所以你就得尊重嘛，对吧？但是这16个小时是不停的，你懂吗？就是也不是说不停的拍吧，就是你这4个小时你是休息不了的，你最多就是换那个机位换灯的时候你可以缓一会儿，然后接着再拍换灯。这16个小时是连续的，也就是吃饭，中午吃饭有20分钟，然后就这么就是其他的时间都是连续的，因为都是拍你，所以也16个小时你连续工作，你而且你不放松精神的话，时刻想台词，时刻投入情感，其实还挺累的，当然没有跟很多人比是不，肯定没有很多人辛苦。比如说很多啊，就是辛勤劳动的人，肯定没有他们辛苦。但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苦，就这么回事儿。不过我起码挺开心的。我最近学会了一句话啊，学会了一句话叫做：“我现在口头禅是什么呢？就是那怎么办呢？”没事啊，没事，我。我现在就是口头禅就是那怎么办呢？有人说那个小宁，你现在是不是事儿比较多啊？有没有时间休息一下？我说是啊，那怎么办呢？得干呢，干就完了，那怎么弄啊？所以挺好，那怎么办呢？那我不吃啊。得干，所以我这半夜你们都也不都也都没睡觉，然后也都在这儿陪着我，感谢朋友们这个跟我一块熬夜，咱们也是一起熬过夜的交情了，一起熬夜看直播的交情了，真棒。嘴上有玉米粒儿，擦了吧，擦掉了吧。年轻人就要熬着，是吧？就要年轻人睡什么觉？挺好的。然后咱们就，然后现在心态越来越好了，现在越来越好了，就努力呗，就继续任劳任怨，努力做好每一个机会。努力把握每一个机会，每一做，努力做好每一个工作，就完了呗，对吧？就努力努力，好好干呗，是吧？又回到那句话，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弄的？得干呢。召集令，行，那我开一个吧，大半夜的。召集令在哪开？在这儿。等一下。对，正好你们把召集任务做了，可以。这么巧。
很多朋友估计都上来做着急任务的，结果看到我开播了，那这不巧了吗？冰若西西里啊，不错，行啊。反正我最近因为我也很少很少，我基本因为我现在在山里拍戏啊，基本都在山里，而且就是西双版纳这边那个原始那个雨林挺多的，就是那种我也不知道叫雨林还叫什么啊，反正我们管那个地方叫雨林，就是那种森林。啊、哦，而且就是特别特别特别深的那种森林，我哇塞，真的，啊、哦，就都在那里边拍，我一天电话都没网，电话一天都没网，然后你就微博也看不了，然后抖音也刷不了，然后也不能知道你们动态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我有点都与世隔绝了，这第一点，刘雨林是吧？啊、哦，对啊，刘雨林，对，就是反正就是嗯。反正就是还挺那什么的啊，都一直在那个山里拍，还挺好的。嗯，再一个什么呢，我觉得西双版纳是太景色太好了啊，因为有些因为我们拍戏很多点啊，很多那个景啊，我一去了你知道吗，因为我是一个很不喜欢爬山涉水的一个人，就是我的很多人问我说小宁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我说我最喜欢的运动就是不运动啊，然后呢所以我很少喜欢爬山的这种的游戏，我可能愿意玩游乐场什么的，但是爬山什么的我真的不爱去啊。所以这次呢就等于来爬山了，爬山我也觉得很无聊其实平时的，然后但这次呢我一来发现哇塞真的太美了，就是你知道吗，都我看到了很多很多地方，我都想拿，我都有欲望，因为我拿手机也拍了几张照片，看到这个景特别好看，我就拿手机都拍下来了，真的很好看，那就所以就那个里面景色真的没谁了。然后我还问那个制景组的，我说哎，我说这个是咱们自己制的景吗？还是说天然的？他说这都是天然的，特别美啊！哇塞，真好！所以来这个西双版纳拍，我觉得还是一定是有它原因的，它不是说在别的地方可能有这个环境，真的特别好，而且那个雨林里边那种树木生长的那种感觉，哇塞，全都是树藤那种感觉，特别好。嗯，但也很危险啊，也很危险。嗯，好，我跟你们分享照片。好，我回头我给发到我那个微博那个评论里边，让你们看看我看过的景色，好吧？嗯，有老虎吗？没有吧？我不知道啊。嗯，我对这个不太了解，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老虎，但是应该是有那个，嗯，有那个。蛇应该是有，我听说反正是人来这时候提醒我了，说那个有蛇，说有蛇怎么样怎么样的，嗯嗯嗯，不要管那个刷屏那个啊，不要理那玩意儿，对，很多朋友和心玩歪歪的，不要管，不要理那个东西，那都是广告啊，嗯。所以呢，也挺那个什么的，但是还好，哎，我没遇到蛇，嗯。谢谢不甜的甜，嗯。蛇是无脊椎动物吗？蛇应该不是吧？蛇是有脊椎的吧？蛇是有的吧？我不知道啊，我不懂。可能没什么文化，因为为什么我说它有脊椎呢？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前两天我那个有一场戏，它是有一个蛇骨，就是它那个就是蛇的骨头一串，有点像鱼啊，但是比鱼那个刺要短，有这么大概这么短的蛇骨，然后呢是真的蛇骨，是真的蛇那种骨头啊，我看了一下，还应该是有骨头，对，蛇是有骨头的，不是，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有脊椎的吧，不懂啊，没文化啊。蛇汤补，我都不吃那个，我不敢吃啊，不敢吃那些奇怪的东西。嗯，现在牛蛙都不敢吃了啊。
我一般都吃，现在就反正就猪肉、羊肉、牛肉，吃点鱼虾什么东西，其他的比较奇怪一些东西我不太敢吃。小龙虾还行，小龙虾也是。对，先不要讨论吃的了，大半夜的啊，我都馋了。手指怎么了？哦，没事，我这拍戏受点伤，没事，就碰破了，没事，很正常，难免的，在所难免的。有点非主流啊，好吧，那应该是因为我这头发不能剪啊，头发比较长，所以有点那个。非主流应该这样吧？这好像也不是非主流，就是反正头发长了不能剪，现在就因为得接戏嘛。团十一见到没？看到了，很厉害，佩服佩服，我都佩服你。我因为你而骄傲。行，你们都没睡觉还挺好的啊。有朋友问我说：“林哥，那个成野医生少林寺买了吗？”少林寺吧，那个肯定非常支持摩登兄弟，我觉得啊，起码无论什么时候，永远都支持摩登兄弟，他绝对是铁粉。少林寺肯定是够狠，没买吧？买了，买没买呢？反正我不知道，反正我相信他一定非常支持摩登兄弟，就完事儿了啊！必须铁粉，老铁了，老铁，老铁，冰若寒更铁，对，明天那个6月3号，那个我回北京，然后不要去接啊，不要去接我，因为我要走那个 VIP 通道。喝水脸肿了，我得喝呀，不喝我饿，那怎么办啊？我饿。多喝点水挺好的。然后就觉得就是太长时间没有那个。跟你们汇报一下了，因为最近那个什么快本也播了，然后那个快本也播了，然后那个什么也播了，那个叫什么来着？我们的师傅，然后今天又播的百变达人嘛，对吧？然后最近还挺好的啊，还有很多综艺，但是我们的师傅也，录完了，我们师傅应该你们在电视上看的应该还有两期了，应该还有两期就结束了。我们的师傅，那有没有第二季呢？具体现在还不知道，因为第二季的话也是明年。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我这一季去参加我们的师傅也是非常那个荣幸。我觉得啊，尤其是我接的第一档，就是这种类型的综艺，我能接到我们的师傅，已经是非常非常荣幸了吧？我觉得。就是，而对于我很好。第一，它是很正的一个节目，首先，对吧？它宣传的都是很正的东西，它不是娱乐性为主的一个东西，它一定是一个，就是还是比较有价值的一个节目吧，我觉得，不能说有多大的社会贡献，但是我觉得它起码是倡导一个正向的一个东西，我觉得特别好。然后呢，我也能去这个节目，首先我也非常开心。我觉得挺幸运的，这个事儿也挺好的。然后呢，当然如果有第二季的话，如果他邀请我的话，我一定还会去的。就这样嘛。所以怎么说呢，挺好的，我觉得。就可能2周之后你们就不能说每周六看宁哥了啊，可能就没了，因为这个节目就没了，就别的节目了。而且我现在也在拍戏，其他的一些综艺也有找的，但是我戏这边确实太忙了，也走不开，因为我可能这个拍完，下一个马上就接上完事儿，又然后还有演唱会呢，而演唱会期间还在拍戏，所以可能啊，我就说可能，所以呢就等这个什么呢，等这个
等这个师傅完了，然后那个什么也快上了，租借也快上了。哦，有朋友说租借是6月29号上，谁说的？我都不知道啊，应该不是，租借应该不是那么，反正应该他之前是想要说很早就暑期嘛，暑期什么时候就7月份左右嘛，对吧？7月20号算是初中生，高中放假，高考完事儿吧？我不太知道，应该是高考应该是6月几号，8号还是6月10号？反正就那个时候嘛。7月8号还是我忘了，我不知道6月7号吗？啊，6月6号、6月7、8号，反正就那几天，对吧？啊，应该就是高考完事儿、中考完事儿，然后那个就播7、8、9，是吧？哇塞，那你应该，要不你高考，要不你家有孩子，这么了解啊？你关注到这个东西了，说明要不你就是一个学生，要不你就家里有真的要高考的，那也祝你们考出好成绩，所以可能就是考完试之后就那个就会播，反正暑期档应该能播吧，具体是六七月份、七八月份不一定，差不多，反正那个剧我也蛮期待的，所以我现在怎么说呢？虽然我很少很少直播，很少很少，就直播嘛，因为我跟你们最近的距离可能就是直播，跟你们聊会天，跟带着大发压桌给你们唱会歌、玩一会儿，但是呢，但是我不能一直玩啊。对吧？咱们不能一直玩，所以你们也很理解我，然后也都没跑，对吧？然后都一直那什么，一直那个去哪也那个什么，等我换个歌。去哪都一直等着，哎，都挺好的。然后都没跑，然后所以我现在我想说什么呢？包括我现在拍戏也好，拍戏也好，包括做歌也好，包括我们上我们的师傅综艺这种东西。其实上我们的师傅综艺，我觉得第一我的收获是什么呢？第一收获就是我知道综艺节目的一个有一个概念了，对吧？我以后参加别的节目，可能有一个意识吧。第二呢，就能够见到这么多优秀的师傅，我觉得。对吧？你看那个倪萍师傅也好，牛奔啊，牛奔师傅，包括韩磊老师，他们那些都特别棒。陈冲师傅昨天刚播的是吧？所以能够认识他们，我觉得跟他们身上学习学习，我觉得也非常受用嘛。真的，感受一下，对，而且包括蔡澜师傅，多厉害都，对吧？我看很多人评论说，你小宁能见到一辈子能见到蔡澜师傅，你真的是啊，你可以吹一辈子了啊，就都这么说，你见过这些师傅，你真的可以吹一辈子了。我觉得可以啊，但我不吹，我埋在心底啊。但确实是这么回事儿，都很荣幸。所以这综艺嘛，第一综艺，第二什么就是我拍戏，然后歌什么的，我都是积累作品。就你最后能，现在虽然是好像还行啊。好像还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积累作品，你得有作品在这不断的出现才行。所以呢，我在拍戏在干嘛呢？也不是说图挣钱，要图挣钱就接商演了。就是还是我就像了解我的人，我就不用说你也懂啊，我到底是怎么样，反正你们也懂。我现在就是想做事儿更多吧，所以就积累我的作品，要积累作品，多拍戏，然后呢，做歌做音乐。我目前能发展的就这两条路，对吧？一个就是音乐是一定是为主的，然后演唱会，演唱会其实不是赚钱，演唱会都是不赚钱的，就是它是一个体现一个歌手的一个价值的问题吧。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不图他赚什么钱，然后就一个演唱会，一个是歌嘛，这是我的音乐部分支撑。那其他的时间怎么办呢？那一定得拍戏嘛。我如果我有这个机遇。能去拍戏，然后能有更多条路走，我觉得也可以去尝试。然后我也愿意去学习这个拍戏这件事儿，挺好，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的，其实我心里已经许下了很多愿望了啊，就是我会给自己一些愿望，就是比如说，就像我之前直播说的，我说我要上我是歌手，我要上蒙面歌王什么的，但后来都实现了嘛。我觉得，
我通过这件事，我觉得我要给自己心里许下愿望了，但是我不想告诉你们，我是想告诉你们的，但是我不能说嘛，说完之后我会大家觉得飘了，是吧？所以我只能把那个9012啊，9102武王给你们说，因为你们知道我在开玩笑。猫姐姐啊，谢谢朋友们。所以呢，我想说，所以我想说就努力呗。那怎么办呢？是吧？谢谢露露姐姐，晚上好，真好，你们都不睡觉啊，不错不错。全能艺人都算不上，我现在还没有什么艺不艺人的，我就是混呗啊，就是一个小傻子，就在这个里边，在这个世界上混呗，对吧？混出什么样了，那最后不知道。反正就尽自己努力呗，尽自己努力，然后能混成啥样是啥样，然后别让自己后悔就行了，别让自己的虽然青春已不在啊，就别让自己的这个所有的一切后悔就行了，就这么回事。郑兴森啊，好吧，慢慢学习，我现在一直在学习，包括这次找的那个表演老师也特别好，我觉得上次那个也非常好，然后也很辛苦，上一部戏跟了我，但这次我找他的时候他还正好在忙，所以这次我又找了一个表演老师一直在教我演戏的东西，然后我收获也蛮大的，真的。我觉得相对来说收获蛮大的，所以这个老师教了我很多东西，就是让给我增加了很多自信心，就让我觉得我以后还有就有可能啊，不仅成为一个演员，而且有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这一点我觉得我很开心，我很快乐，因为我有追求了。我觉得我不仅能当一个歌手，我也有可能做一个很棒的演员，我觉得就行。所以我觉得还最近这个还挺投入去拍戏，然后挺努力去做这件事儿，我觉得，而且在努力的学习，我觉得我很难得啊，因为现在人都有惰性嘛，就要提到大飞阿卓了，cue 他们一下啊，因为我这两天出来拍戏，他们回丹东了啊，回家玩去了，然后呢，我明天回北京，他们也回北京了，我们还一块弄点事儿，一块干点事儿，然后呢，大飞阿卓最近歌也弄得不错。歌也值得鼓励啊，都在一直在学习歌，有几个作品已经在制作了他们的歌，而且都以至于他们的歌做完之后直接被那个制片方挑中了，直接可以去当做电视电影还有连续剧的那个里面的歌了，都已经啊，所以还是他们进步还是挺快的，我觉得起码很上心，我觉得我就更加有力量了啊，我觉得更加有力量了，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也一块努力，一块见证更多的东西，还挺好的，对吧？真好。真好。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只要他们努力，我觉得因为他们俩之所以我们三个能走这么远吧，首先很多朋友可能说，怎么那个小宁上节目总是自己，你也不带他们，我能带的我一定都带啊，因为有些东西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啊，包括直播什么的我一定要带着他们，包括在上一些节目我能带的情况下一定带，就是这样嘛，而且其实我们也不会计较那些东西啊，也这么不是你想的那种。不是你想的那种随便组个乐队或者组一个团体啊，组这么个东西不是随便组的，我们在一块儿都八年多了啊，什么脾气秉性，虽然我直播总是开他们玩笑或怎么样的，那可能嘛啊，有什么东西也阻止不了的一些这些东西，就是八年的感情在这儿，基本朝夕相处，每天就不想见一天那种的，你懂吗？强迫性让你跟他这个分不开，你说你恐不恐怖？你说啊，你不想见都得见你啊，就是这种感觉。那没问那怎么办呢？就是还那句话，那怎么办呢？因为得一块播呀啊，就是所以就这八年，包括之前我们一块在酒吧唱歌，那得一块在酒吧上班啊，那怎么办呢？啊，
都是，所以就没办法，嗯，所以也习惯了这种习惯，挺好的。然后我就，哎，我觉得我还有一点，我上了师傅这个节目之后，我觉得我有一点点收获，就是我说的一点点收获，不是说我只有一点点收获，我是说的是，就我会发现我会有一个收获，但这个收获我能感知到的只有一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更会说话了。不是我说的那种更会说话，不是说情商高了或者怎么样的，是更加能够把话说的好听了。你懂我说的意思吗？就是我可以更加把话说的好听了，然后描述的很美妙了，那种就是不是也不是很美妙了啊，就说那些很漂亮的话那种感觉，你懂吗？就比如说，其实大飞阿卓在我心里我觉得都特别的棒，嗯，在我心里特别棒。我觉得首先这两个的人的努力，虽然没有做什么努力，但是他们面对生活是很积极的。嗯，在说什么呢？确实没什么点可夸，但是往往就是因为没有什么点可夸，才更难能可贵，让你发现他身上最珍贵的那一个点，对吧？到底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虽然不知道他身上最珍贵的这个点是什么，但是不重要，最重要的我就是这一点最珍贵，就让你对一个人充满了一个好奇心。所以人一定要，我们陈冲师傅说的，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保持好奇心，对吧？哪怕他身上没有任何优点，但是你对他好奇，他就带给你了一个正能量，他会引导你，激发你的好奇心。所以我感恩这个人，他让我好奇，他让我对世间的万物好奇，包括他，真棒。而且我觉得这种好奇心是天赐予的。是天赐予你的。我很懵，笑起来像老鼠啊，嗯，哼，海绵宝宝吧，啊，嗯，直播喝了一瓶水，真棒，嗯，有朋友跟大老师合作吧，嗯，别着急，着么急，嗯，会有合作的，当然有了，已经都。就是在弄了，已经了，就不要这个破梗，到时候会给大家惊喜的，嗯，我觉得还挺好的，因为我自从就是能够去接触一些，嗯，就节目吧，上节目，对吧？最开始上金曲捞那节目，那在那个当中认识了很多艺人啊，我就不提人名了，否则有人觉得我去怎么样的。那这些人呢，其实私底下对我都特别好，包括有很多人，嗯，就是也给我一些相对来说的工作啊，第一是工作，第二什么的一些合作都有啊，都特别瞧得起我。我是就没有，不是说特别瞧得起我，是特就是没有瞧不起我。我想说表达是这个意思，所以都我觉得遇到都是好人，都挺好的，这一路都不错，嗯。所以我觉得还挺感恩的吧，遇到都是挺多好人的，然后这些艺人，包括最近啊，就合作最多的就是我们 GSG 这个组合嘛，对吧？就是大卫老师也挺好的，那包括何老师也特别好，何老师在节目当中也是连线了嘛，对吧？当时，然后呢，今天。因为那天正好是六一嘛，还播了那个快本，前面是快本，后面是那个我们的师傅。然后现在何老师又发了一个说，当时快本是收视率第一嘛，那个份额，全网也收视率第一份额。然后还跟我说了，我觉得还挺荣幸的，嗯。嗯，有朋友说跟让我跟。那个于选光好好出的人，因为你知道怎么样怎么样的啊，就是因为然后你说他就是很那个什么是吧，嗯，就是挺那个
知名度挺高的是吧？我跟他也挺好的，因为我们都是丹东人，嗯，但是我这人不是那种就谁好我就那种的，你知道吧？但是我跟他关系也挺好的，我就是都挺好的呀。对呀、啊，我们可能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其实没那么熟，而且很尴尬嘛。但后来我们就已经产生一些默契了。你看最后一期节目吧，最后一期节目，嗯。有朋友看到预告说我怎么哭了，嗯，没有吧？有吗？啊，你预告里边那个是吧？啊，我先不能告诉你们为什么，到时候看了。哎呦，我属于什么呢？我就是我还挺感性的吧，我觉得啊。挺感性的，嗯，到时候看吧，到时候看吧。那个反正最后两期的我们的师傅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嗯，因为里边我这他预告也写了嘛，我们的话剧首秀，真的那话剧啊，哇塞，我第一次演话剧啊，好刺激啊感觉，所以那个还挺有意思的，嗯，到时候你们可以看一看，嗯。那有朋友听我自己的歌行吗？没事儿，我相信我的歌，你们大家都在听嘛。但是有一个那个，就是装模作样那个歌，我还挺喜欢的。其实，一场遇见爱情的旅行啊，我们景甜老师演的那个剧，我看里边还用了我那个歌啊，在那个片插曲当中啊，那个有一个场景用了我那个歌，咱有朋友还看到了那个了。这歌是真，其实是真不错，我觉得。我洒脱，你自卑惭愧。这首歌呢，我想说是迄今为止吧，我录制时间最长的一首歌。我其实我对我每个歌都要求都还挺高的啊，也不是说特别高吧，但是我起码就我尽我能力去唱，因为我唱的也没多好啊，就是这种感觉，因为我不会觉得自己唱的有多好。嗯，就是我，但我会尽我所能，就把这个歌唱好，就这样。所以，那我每一首歌都还挺认真的，因为我就是都还挺认真的吧。啊，反正认不认真，你们到时候你们知道。然后呢，这首歌，但是这首歌录时间是最长的，而且我也是第一次录那么长时间啊，也挺崩溃的。不过真的出来之后，确实。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因为他这首歌基本没有太多的修饰，他不像很多歌他可能做了很多的修饰，他这个歌其实就是以我的本来的声音为主吧，做了一些这个 EQ 的调试，然后调了一些音准什么玩意儿的，然后其实没有做太多的效果，然后但就是很纯粹的那种，也不是纯粹，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反正那个声音吧，还挺真实的。我一听就是感觉没怎么修过的一个东西。我们都装模作样，学了你也落落大方，都没可能，还能不放自伤，独自傲雪去说，都是一个样，都在爱。然后我看那个，我看有人发给我说那个我那个乞丐那个歌啊，摩登兄弟乞丐那个歌还上了九年义务教育历史试卷里边，我看好像是啊，当时是吗？有这个事吗？啊，我不知道那是谁给我做的假的吗？还是怎么回事？是吗？那我想说感谢那位编辑这个测试题的这位。好朋友啊，非常感激他能够瞧得起我，把我的歌都编到试卷里了啊，真好。嗯，
挺好。然后我也不会播太久，我再说再跟你们聊会儿就关播了。嗯，有很多音乐频道也播了是吧，也挺感谢的。反正这些电台什么的都对我们也都挺宽容的，还是挺好的。然后经常播我们的歌什么的，我觉得都挺好。赵先生我不开了吧，留明天，留两个明天，因为很多朋友这一点都睡觉了，他明天留的，明天给那个他们去开。嗯，明天我也得出早工啊，明天我得出早工，就是为了今天给你们，因为我明天我是拍完戏我走啊，我拍到下午，然后我再坐飞机回去，回北京，和北京干点事儿，然后就马上还得回来拍戏，所以明天还是有戏的，不是说明天我就休息了，哦，明天我还得早起拍到下午快到飞机起飞的时候，我再去机场。在北京，我回去应该是我的工作是录一首歌，录一到两首歌吧。录一到两首歌，因为我，录一到两首歌，然后，开几个会吧，就是几个商讨一些东西的会，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就是演唱会的海报，回去拍，我大飞阿卓，我们三个，因为现在不拍，后面没时间了。然后说老大希望你上一期向往的生活，没有这个资格啊，因为不是没有这个资格，反正就是对没有这个资格啊，所以我当然希望上每一个很好的节目啊，第一就是得看人找不找我嘛，对吧？所以我为了让人找我，我只有更努力嘛，就是这样嘛。然后但两点，只要有两点就好。一是我自己，我知道自己要什么，我要好好努力。第二就是你们不走啊，就是你们说的所有的愿望都能实现，你们想看到所有的一切都能看到，就这样。你们不走，然后我好好努力，这两点坚持下去啊，应该问题不大。就是对于以后的其他我想上的节目，问题都不大。然后说百大盛典去嘛，百大盛典我因为之前。好哥真的特别好啊，真的特别好，而且也很带我想说就是很带我嘛。然后所以说我说参加金曲捞，包括其他节目什么蒙面啊，就是都认识了很多好人，包括这次去我们的师傅，包括和湖南卫视合作，浙江卫视合作，都认识了很多好人，江苏卫视我觉得都对我很照顾，所以呢好哥也挺带我的。这次百变大人用的我嘛，然后用的我，然后但后来确实他也确实我是没时间，我也非常抱歉去不了那个最后那个，因为剧组确实，因为之前录师傅录的啊，我的假全用了，所以那个没，确实没时间，就是窜不出来时间，因为戏比天大嘛，所以没关系，以后还有很多很多机会，然后也挺感谢他们的，然后在那节目当中给我剪的都特别好，虽然那个时期我有点胖。大家都给我剪得特别好，也都给了我很多点，然后也去塑造我一些好的东西，也非常感谢他们吧。这戏什么时候拍完？这戏应该我要稳稳当当拍啊，七月末之前应该就能拍完。我估计啊，因为我八月份有演唱会的，八月份演唱会我起码得空出就是怎么说呢，最少半个月去学舞蹈。哎，如果我在演唱会当中不跳舞的话，你们会喊退票吗？不会吧？up down 懂不懂？什么叫 up down？应该不会啊，所以就是当然我如果能够学会的话，就展示一下，如果学不会那就明年展示呗，对不对？来日方长。但我希望是我是能展示的啊，因为我肯定说替你们着想，让你们觉得这个演唱会是很有趣，然后呢也很好，很
怎么说呢，就因为这次就是也挺好的啊，就希望是这样的吧。所以在演唱会很多事还没定，所以你们先不要说这些东西啊，先不要去问我买不买票什么的啊，这个很多东西都没定啊，所以我也打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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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宫前窗最后是谁先放下，谁先把这张脸丢下，谁就能先回家，都装模作样，不想认输就怕受伤，无法独身，你和我都不想，需要低头不下，都是一个样。哦，对了，我跟你们说一个，前两天说那个去甘肃啊，去那个新疆嘛啊，说去新疆拍戏，我可能会去新疆。那在这里面跟新疆的朋友说一声抱歉啊，去新疆嘛，跟朋友说，我说去新疆去拍戏，可能会去新疆，跟新疆的朋友说一声抱歉。为什么呢？因为去不了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去新疆主要是拍那些外景的那个戏啊，外景的戏。但是呢，如果剧组去新疆的话，我的演唱会就来不及了。反正你衡量，你希望宁哥去新疆见我一面，还是说我演唱会开不了的重要？因为去新疆的话，整个这个就特别麻烦，然后所以演唱会就可能就办不了了，来不及了。所以剧组也特别好，为了就是迁就我吧，也很多的地方我也特别感激啊，都为我也妥协，就是去为我去想很多。所以呢，他这个景最后就换到甘肃了啊，可能会去甘肃了，去甘肃拍。所以就为了演唱会能够顺利办嘛，对吧？因为他要给我演唱会留出时间，这个戏拍完，所以就可能在甘肃要拍啊。甘肃哪呀？甘肃我拍戏那个地方吧，下了飞机开4个小时能到吧？我也不知道是哪儿啊。听说是啊，下了飞机开4个小时能到的一个地方，也挺……你想想，他不可能，我们这……算了，不说了，反正就是那个什么啊，就是也挺偏远的，应该。没有网应该有吧，有网啊，但一般就是像我拍戏最近在西双版纳，一般上山上是真没网，山上是一点网都没有，电话都打不了啊。有些比较那种偏的那种深山啊，你如果想景色有拍的景好，一定得到比较深的山上去拍，那种深的山你不怎么可能有网啊。对啊，所以困了朋友先休息吧，我也快关播了。就是很久没有上来直播了，所以想要因为最近事儿挺多的，包括话题榜，包括很多东西，很多朋友默默的为我打榜，为我付出了很多，包括咱家真爱团也好，咱们大鹏也好啊，很多很多就各站啊都在帮我去做很多事儿，我觉得就很感激吧，就很感激你们。所以我也觉得你们肯定也，我是这么想的啊，应该有点思念我。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今天收工相对来说算早的，然后我就上来跟你们说会儿话，然后也主要还也是献上我的一份感激，谢谢你们，包括成也医生的这些东西，而且很多人都去购买了，很多人他平时不怎么用这种产品，他都会去想买尝试一下，然后很多人可能现在家里有很多，他也会买很多再去送别人，我觉得都很棒，很感激你们。这都是就是最开始说的那两个字儿，排面啊，就像我去快本，你们去给我应援，给我最好的排面，我去参加节目，然后跟我一块去给我最好的排面，那我做任何的事大家都会给我排面，都觉得包括打榜，包括那个 Dead Girl 那个歌一上，直接就上了巅峰榜第一啊，然后都会给我排面，我觉得非常感激，我都会看到啊，谢谢各位。
所以我就想说，OK， 欢迎范仁静啊。所以我想说，也很久没那个什么，没直播了，就在我睡觉前跟你们聊会儿天儿。咱们也是一起熬夜看直播的朋友了啊，交情了是吧？一起熬过夜的交情了。那在这里提醒各位，这直播间有很多人冒充管理啊，冒充一些其他的这些工作人员去加你 YY 好友，去跟你发一些连接，什么告诉你加什么群，都是骗子啊！不要相信啊！只要你在玩 YY 的过程当中有人主动跟你说话，就是骗子啊！相信这件事就好了。只要在你玩 YY 过程当中有人主动跟你说话，那就是骗子。记住这句话：有人主动跟你说话就是骗子。有人主动给你打字，哪怕他叫摩登兄弟刘宇宁，你一看宁哥给我发消息了，他当时就疯了，迷失自我了，那就不太好啊。所以希望那个什么啊，希望一定要防骗意识，不要点任何网站，不要输入，不要扫任何二维码在 YY 里啊。朋友说我可以去机场接你了。我刚说，我说明天我去北京的话不要接机，因为我走 VIP 通道，然后因为有事儿啊，所以明天不要接机啊。在甘肃接，好，那可以，我去甘肃，我如果去拍戏的话，可以。白马镜啊，哇塞，这都没睡呢啊，真棒，谢谢樊仁静啊。人家说的甘肃，对，甘肃，棒。我看，而且我最近看到很多人在给我做公益啊，包括六一儿童节，很多朋友去做公益，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骄傲啊！我也不知道，也不是第一，不是我做的，但是我觉得非常骄傲，不知道为什么，就有点飘，因为这是我的朋友做的啊，咱家朋友做的，去做公益啊，包括送上一些温暖什么，真的特别棒。但是那个什么，就是咱们做公益啊，但是不要刻意，好不好？就你做公益，你就默默的做，咱们不要去过多的去宣传，或者让别人怎么样啊？就是咱们就好好做公益，好好为这个哪怕为这个很多过得没那么好的人送上一点温暖啊，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但咱们不要刻意啊，就行。好好的。谢谢。对，然后就希望怎么说呢，就咱们去做什么好事，不要去过多的，你可以说摩登兄弟粉丝送公益，但是不要去过多的去做一个就是在那个地方做宣传，比如说跟人小朋友讲摩登兄弟是谁，这样的事儿不要去做啊，你就默默的做就好了。如果你愿意做的话，千万不要给你们介绍我会怎么样的，就是尽量不要啊，不要去做一些这种的东西。咱们就做公益，你们就是一个小团体就好了啊，你就是摩登兄弟的一个小团体，就这么回事儿。我给他们送杂志，送点大米比这个实惠啊，送点大米什么的，就是这种送点吃的啊用的这种东西，你送杂志，当然送完大米之后你可以送本杂志让他留个纪念啊，这样可以送点吃用的东西。行，那你们困就休息吧，我也休息了，好吧。眼睛比平时大，我其实眼睛没多小，好不好？你以为我眼睛得有多小啊？我这眼睛得有多小？我只是这个人比较什么呢？就比较木吧，就那种感觉。就因为我平时就是这种的啊，就平时就是日常生活就是这种的。因为很多人说您，每次有人看到宁哥说：“哎，宁哥。”你是不是困？你是没休息好？
就有的时候我睡得可饱了，但我平时日常的表情是这样的，就看起来就很困啊，就是懒得去睁眼睛啊，不喜欢这样睁眼睛跟人说话。你怎么了？你开心吗？你快乐吗？我觉得你不够开心。我不会这样说话啊，我就正常啊，怎么了干嘛，干嘛这种。挺好，所以眼睛没多小啊，就正常眼呗，正常眼睛啊，没多小，挺好的，别笑话我啊，还有人笑话我眼睛小，真的是，笑话我眼睛小的，以后你家宝宝估计眼睛就跟我这么大，你就长成我这样。那可以。那太好了，你们心真大呀。那个大眼关了，这个手机我还真不会调，因为上来就是默认的这个美颜啊，应该是开了点大眼吧，我也不知道，应该没开吧，我也不知道啊，应该开了吧，我也不知道开没开啊，管他呢，I kept saying no, this can't be the way it was supposed to be. I kept saying no, there's gotta be a way to get you close to me. Now that you gotta speak up if you want somebody, can't let it get away. Oh no, you don't wanna end no story that we love me every da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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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对，我之前唱歌都没有假音，但是过年的时候不给嗓子手术做了吗？这歌还有假音了呢。有朋友听到假音觉得哇塞，因为我从来没唱过，所以大家觉得很新奇。但是我的假音其实唱的没有多好啊，因为这东西需要练的。我之前多少年没练了，因为没有，所以没机会练啊。所以我的假音就很假。我就是有什么缺点我就会直说啊，不会说。确实假音没唱的没多好，因为没有时间练，因为之前都是全部什么歌都真声唱，那现在有假音了，然后还得练了。没事，大家多听听这个歌啊，多给哥帮宁哥推荐推荐这个歌。问我鼻子怎么了？没怎么，我这地方好像起个包，特别疼啊！鼻子这地方特别疼。有个包，特别疼。这个歌有一个点啊，因为它这个歌词很多是错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啊。上火了，对，这上火了，没休息好。他这个很多歌词是错的啊，你看啊，我看看啊。还以为会有解答，说过关于永远的那些话，现在的我每一天被回忆搜刮，空无一人的大厦，就这一刹那，想承认这就是失效的代价，只是一刹那，还以为有个办法让时间，这都对啊，我接受所有惩罚，重来一次我不怕，结局会比想象中复杂。他就改过来了，因为之前他那个歌词是错的，他都改回来了，已经改了。但是他那个王莹是OK， 他这个改回来了。之前有歌词是错的，我当时是怎么回事神啊，请给我一张嘴巴，嘴里却只说狠话，你叫我种最美丽的花，却看着我毁灭它。
不是，他歌词当时是他送选的那份歌词是不对的啊，因为他是制作公司，制作公司是那个索尼，是在国外的，当时那个也，当时也是一个外国人啊，过来跟我谈的啊，因为你们也知道我英文是呱呱的啊，所以跟人交流完全没有什么障碍，也是一个外国制作人非常好，来跟你聊嘛，他说那个 Can you sing this song 啊，我说 OK 好 goodbye， 就这么谈妥了啊。你能唱这歌吗？我说没问题啊，好，妥了。啊，然后还有好多人说问宁哥说你那个当然是这个黑我的啊，说宁哥你给了这人多少钱来跟你合作啊？就是我就是有一个宗旨啊，有个宗旨就是你们记住，我现在合作就是我给钱的我都不去啊，就不，我不会说，我因为有句话叫什么，叫上杆子不是买卖，我们这个东北话，我不知道有没有东北人能听懂，叫上杆子不是买卖，有没有能懂这个意思吗？上杆子不是买卖，就是没有你就是硬往上贴，这不是那么回事啊，所以我所有花钱的事我都不干啊。现在因为我跟大张伟认识比较久，所以我也遵从他的一个想法吧，就是能挣一块是一块。上赶的不是买卖，这是我的，希望就是，反正就是，我觉得也是挺荣幸的，人家能找到我，挺好，希望以后有更多合作，上赶的不是买卖，所以，但是我觉得还有个必要，就是我有抽空要学学英文了，这个我觉得很有必要，我觉得很有必要，你们说呢？我有空真的学学英文了。然后因为什么呢，陈冲英文很好，因为他很早就去国外了啊，很早就去国外了啊，在国外待了好多年了，你看他女儿都不会讲中文的，你想想他在国外待多久了，所以金钟师傅他那个英语就非常好，然后那个我觉得可以学学英文了，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的英文水平，其实有朋友说宁哥你应该就是好像感觉我英文很厉害，很多人会误以为说你宁哥你是不是英文很厉害，其实我英文初中水平啊，初中英文学的非常扎实，就是很扎实，我上初中的时候英文我都能考到90分，为啥呢，因为当时我班主任是个英文老师，不学他真扇我嘴巴子啊，真打那玩意儿，所以就英文得学，所以我还现在我挺感激他的，因为让我当时英文学了一些，所以让我学，当时我英文是学的最好的，其他的科都学的不好啊，就因为不学不行啊，不学是你班主任能不学吗，而且对吧，就学英文，所以导致我后面去学英文歌都很快啊，所以我挺感激他的，起码在我能唱英文歌这件事上我觉得还挺感激他的，但是我的水平仅限于初中，你跟我聊高中的英文我就聊不了了，比如说这个怎么说，朋友们有知道的吗， This is a pearl， 是不是这么念， This is a pearl， 我听说是这样吧， This is a pearl， This is a 瓶子叫瓶子，应该叫 bottle 吧，是吧，我是停止在初中的这个英文水平啊，还挺扎实的，帽子叫 hat， 鼻子叫 nose， 嘴叫不重要，眼睛叫 S 啊，对吧，我就这个耳朵叫 Air 还是什么玩意儿，是不是，是吧，手叫什么叫 Hand 啊，这个叫 iPad， 对吧，你英文怎么样， iPad 啊， iPhone 啊，你怎么样，你看吧，是吧，所以有如果有机会学英文挺好的，哭，你的英文你的发音是幼儿园的，有朋友我那天我也看那期节目了，在网上，然后呢就那个罗汉果嘛就摆了这个手势，然后呢有人在评论说你明知道人听不懂罗汉果你还跟他重复罗汉果，你是不是故意的啊，他觉得我好像不尊重那个外国人啊，来，
你告诉我英文罗汉怎么说？你告诉我，英文罗汉怎么说？你告诉我，你说你在场的有你在场很多大学生有英语四六级什么玩意儿，有一个人能知道罗汉？罗汉用英文怎么说？不会吧？对吧？我因为罗汉果他，我觉得他应该就是一个，咱们中国独有的一个东西。就比如像功夫，对吧？它是借用于这个功夫两个字，它是功夫 ，Chinese 功夫，对吧？它是，我觉得他也，所以我当时就跟他说罗汉没毛病啊，对吧？他应该就是借鉴于这个中文的一个转换，罗汉果，当然我不会说果是 apple 啊，呵呵，罗汉 apple 啊，那也不对。有 apple 是苹果，罗汉苹果那不对，对吧？所以罗汉果这个果在英文当中是什么东西啊？是用怎么说的？也没人知道吧？哎，真有人说什么叫 momenticos gross savinori？ 不重要啊，不重要，没有必要去学那个罗汉果怎么念啊？你们都百度的，别在那装了，在那儿啊！你们百度有什么意义？对吧？这么复杂单词你都念不明白，你还百度去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啊，就所以罗汉果没毛病，罗汉果就可以，对吧？对吧？就比没毛病，没毛病。所以我觉得还我不是不尊重人家，是因为我就真不知道怎么说，而且他就应该叫罗汉啊，因为他是罗汉嘛，就是一个也是我们这个感觉啊。不重要啊，没无所谓。当然很多时候我英文我是故意发音不标准的，你听不出来吗？你听不出来吗？其实我可以发的很标准的，我可以说的很标准的，但仅限于初中英文。Hello,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My name is Liu Yuning. I'm a singer.I'm very cool. I like eat some like beef, apple, banana, small 龙虾。I am a very very 壁虎 beef 什么壁虎？我吃壁虎啊！beef 是牛肉的意思吧？应该是啊，所以我英文我可以说的很标准的，只是我觉得说标准了就会让人觉得我好像很好，就会想要跟我交流啊。beef 是肥牛是吗？我不知道，反正就是牛肉吧，你们都听懂了是吧？壁虎啊，所以有机会真的学学英文也挺好的哦，多会门外语没有什么不好的，我觉得学学英文。I'm the best man for my fans.Of course， 说 of course 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调门上去，你才专业。就接的要降接，说 ，Can you give me a pen？ Of course， 你要这样回答，你说 of course， 感觉很不礼貌啊，你这样也很兴奋，是吧 ？Sure， 好，整个人都疯了啊。行吧，差不多了，然后我也那个也关播了，在这里也希望你们睡觉，因为我明天我也得早起。还得早起拍戏，那也挺好吧，跟你们聊会儿天也挺好的。然后如果我那个去回北京的话，然后我们如果工作比较早收工的话，我可能跟大家说还会跟你们直播，好不好啊？然后但是今天晚上我得睡了，因为我还没洗脸还没收拾呢，难得我今天早那个早收一点，但结果啊给你们播到了一点半已经。行吧，那在这里呢也祝各位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美好的夜晚。这一夜有你们真好，愿你们这一夜过得愉快，咱们下次直播不见不散，朋友们晚安。
我接受所有惩罚，受来一次我不怕。拜拜，晚安。